你，请看。舒服吗？不是身体不舒服了，
亲，威兹哥。啊？啊？啊，是瘦身 APP 啊。嗯，老姐居然胖了2公斤哦。那是我的手机。不过小贤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检查爸爸的手机是当小孩的责任呢。啊，不过老姐好厉害哦，已经减回原来的体重了嘛。嗯。没有了，既然这样就吃点肉嘛。可是我想保持这个节奏，继续再瘦个几公斤。美啊，啊，你的心意我都明白了，努力想维持美丽身材的态度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别这样了。所以各位，今天既然少了一个人要吃肉，我们就尽情的吃吧。你很坏耶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家的体重计是不是坏掉了？嗯，我昨天站上去的时候，居然多了2公斤哎，所以一定有问题了。该不会是啊，梦阳？嗯，你马上去把你家的体重计拿过来啊，不然就禁止吃肉哦。哎，真是的，就会指使别人做事。我看，我看，哎。体重还要轻耶。哦，我们家的体重计果然多了2公斤啊。既然这样，当然要给自己一点奖励才行啊，吃一点就好。吃一点就好了。